不是者淘汰，没错，就是符合达尔文的这个生存的地方。达尔文你认识啊？我不熟，看过他的那个书。那你知道达文西吗？我知道达文西啊，他还出过《达文西密码》。笑什么？《达文西密码》是后人写的。你是老幽默。今天我们很特别，我们参赛者是以组合的方式来呈现，所以更考验我们前辈指导后辈的功力。是的，而且这些组合不乏里面有发片过的歌手，真的。那里面也有一些笑匠在里面。到底今天是好笑的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什么是笑匠？笑匠，好笑的笑匠啊。对啊，谐星的意思。他们为什么要来啊？他们也会想要让大家看到他们有内心深处不一样的东西。歌唱的实力。是的。好的，马上欢迎今天的实力派唱将姚可杰和阿庆老师。欢迎。欢迎阿老师。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姚可杰老师和阿庆老师之间都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。没错，是，那我先来好了，是因为我终于出了我个人的专辑来。好，请笑纳。好，谢谢你。面对太阳是。是什么样的一张专辑？是一张很摇滚的专辑。摇滚。跟年轻朋友再自我介绍一下，以前有个团叫做东方快车。然后我就是那个东方快车的主唱。是。然后今年我出了我自己的个人专辑。是。嗯。过了很久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很久，那个时间就不要说了。是。老师，那暌违这么久又回到歌坛，会有压力或紧张吗？其实反而跳过去了，我觉得。到了我现在这个时候，我这个年纪，其实反而就是，是很开心的在做音乐，我觉得。然后就因为很多事情也都尘埃落定了，是，所以就反而觉得这个时候是很可以高兴的做音乐的时候。很适合这个专辑名称《面对太阳》。对，就太阳光有时候虽然会烈，会烧伤你自己，但是还是要有那个勇气站出来面对它。哇，这样的意思是了解。好正面的摇滚专辑哦。是是。阿庆老师，是恭喜生小 baby 了。对，非常的可爱，花苞可爱、啊。对，可是你知道，当了爸爸就是发现了哦，以前当小孩的时候就是，我们就爱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叛逆嘛。自己有小孩你就发现，真的会比较尊敬自己的爸爸跟妈妈，而且会体会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的爱。真的。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，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是来宣传。宣传我的女儿，不是啦，有没有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今年也创办了我的第一所的流行艺术学校，叫做 Playground， 梦幻游乐园。对呀、因为我觉得自己在音乐圈也十多年了，做唱片做制作，那也希望能够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嘛。那现在很多年轻人，比如喜欢唱歌啊，喜欢跳舞，对音乐有兴趣。那我觉得，像我们以前在玩音乐，尤其玩摇滚，都会被大家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叛逆哦，坏小孩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一样，现在大家比较能够认同，跳舞也是很好，很健康。对，玩音乐也是让你的创意能够发挥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学校梦幻游乐园。但老师今天的这个残酷大对决，还是想请问一下，你的评分标准会落在哪里？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歌手或艺人最重要的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辨识度、特色。哦，声音的辨识度还是长相的辨识度？法拉利姐的声音和这也是特色，是。对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特色，第一个你比如唱得很好听，就像美女一样，美女很多，帅哥很多，对。但你没有特色，你很难被记住嘛，因为现在太多人都是艺人了。这是第一个，那第二个，我觉得当然还是扎实的基本功，重点是要基本功。基本功，我觉得还是要评选的重点。音准啊什么的，还是要对，还是要有啦，还是要才艺嘛。那姚可杰老师呢？我觉得阿庆讲得很好了。我是想，也许可能，除了这些以外，当然你还是要希望他能够走得远，那个持久力。是，可能就是除了实力、特色，可能他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人家长久喜欢的。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有没有观众的缘吗？有没有未来性，就是现在很重要的考量。所以老师期待今天可以跟什么样的声音合唱？对，今天其实蛮特别的哈，我们要选出来，就是你们可以跟他，我们要跟他们合唱。是，因为还没听到，所以目前还不知道，就待会看看有没有可以打动我们的声音。了解，期待今天两位老师跟后辈们的合作。那请上座，谢谢，谢谢前辈。
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今天规则非常简单，就是当参赛者在歌唱的时候，老师觉得这声音不错，是他喜欢，他就可以转过来。对，然后我们是用搅动的方式，这样哒哒哒哒哒。对，就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方式，这转的，没错。对，然后如果同时间有超过两位参赛者老师有选择的话，怎么办？哇，那就尴尬了。参赛者他就要自己选择老师，对，那这样子压力就会很大。然后老师可以为自己拉票。是的，没错。好的，马上进行今天的百分百残酷舞台。第一组参赛组合被称为是2015年最令人期待的民谣组合。今天将演唱郭书瑶的《爱的抱抱》，看看听听他们怎么诠释吧。傻的，你对我好，我装不知道。遇见你的微笑，心在不停乱跳，想要逃跑，又怕你走掉。你看出我胆小，所以应该是有一个人在唱，一个人在弹。哎呀呀呀，如果是哦爱的宝宝，自己自弹自唱就这样唱，对，这样的声音我就还接受。融化了烦恼，哎呀。爱的宝宝，他感觉蛮有音乐性的。哎呀呀，跟着我的心跳哦。你想转要不要转？你想转了。嘟嘟啊哈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其实主唱声音算是不错，他不是那种高亢的，算是很有味道。哦，如果是两人组的话，搞不好 FR 比较适合，对。谢谢。你要不要转一下？有一位老师转过来了，阿信老师 ，I want you， 不错哎，哇，老师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想？没有，我刚跟在最后一刻的时间很紧张。我刚跟姚可杰老师一直在，因为第一就是等于第一组嘛，对，在讨论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。因为一个人如果弹吉他唱成这样，我们刚刚觉得真的是不错。对，因为前面有说特别讲的是团体，团体是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改编还是很有蛮有特色的。嗯，因为他的歌声有。中了阿庆老师说，你觉得个人特色要有，对不对？他的唱腔、那咬字，虽然就是说主唱声音不是那种高亢的，对对，阿令或阿妹这种，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有辨识度，是哦，这个我觉得是有过第一关了，所以想要转过来看看，然后哎。主唱看起来好像也蛮可爱的哦，而且我觉得蛮适合 FR 风格的，也蛮适合我们的哈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个就三人组，再加一个就三人组了。那老师，你要不要就加入了？那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如何？我觉得还行，但是还要再更有感觉一点。哦，那这样子，我好奇是阿庆老师这样接下来就是要跟你们合作，你会想要跟他合作怎么样的风格的歌曲？我们也会想说吧，因为 FIR 的歌都是比较很摇滚嘛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费的主唱的声音也是那种很高亢的、可是也想要把它变成是青日姐风格、就会觉得有一点慵懒，然后也是用木吉他做出一个自己的味道，想试试看。哦，期待他们的合作。是的，谢谢青日姐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组参赛者。接下来要来挑战的这组团体呢，在荧光幕前只是比较活泼搞笑的形象，但是今天他们要来认真唱歌喽。究竟他们的歌喉如何？会不会有老师转身看看他们呢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。很明显的，其中一位是老鼠屎。所以我们决定转一半这样，对，一人唱一遍，评审想听到副歌同一句，一人唱一遍不就够了？好，一人唱，来，加油！我说是走心的，我是走心，走心，你不是走心，你应该走心。走掉，白的其实可以增加一些嘻哈的桥段，我觉得。
哦，不一定，对，现在都是很流行那种混，不一定要是那种主歌，对啊。你老手有在钻研吗？ Okay.有在钻研啊！有好耶！我现在列前面，今天要继续。康明，我决定转回去了。对不起。其中一位是老鼠屎，所以我们决定转一半这样。对，这转一半也算转吧？不全转，不全转。对，因为转一半是选一个人。因为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是，真的是一个唱的还不错，他一刻就是一老鼠屎。到底哪个是老鼠屎啊？对，到底哪一个？那不然一人一句，一人一句。评审想知道唱副歌同一句，一人唱一遍我就知道了。一人唱，来，唱一遍。唱副歌的部分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。好，那另外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墨镜加油，加油！我说我是走心的，走心的，有其他的哈，不要再解释。我，好了，就是你了。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。OK， 好，停停停。我觉得你还是走吧。不是走心，应该走掉。可是我今天真的认真爆了，爆！就是我真的是刚刚以为我唱得很好，这么有自信，我走心走成这样，真的。所以你有练很久吗？我每天练，我每天听，每天练。哦，对，他就是会一直时不时传那个讯息来，那个影片给我，然后可是其实我都不知道要回什么，因为你其实已经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里。对，可是他一直传呢，我就不好意思说，哎，那不然还是不要练，没办法，我就一直回贴图那种短那种。鼓励我，让他加油。对。哦，我都不知道回，其实不知道回什么。好感人啊，你们的友情。对，一定要这样，毕竟我们还是团体。可以。老实说，内心深处有没有想要把它就是换掉？哎，
其实不会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凸显说，哎，老师刚刚还会觉得说我至少唱嘛。对，如果我今天单唱，老师不见得会觉得是认真的，好像是这样。因为老师会可能觉得这个人比较没有特色，或者个比较，有点用他可能一唱，我会嗨是嗨，老师哎，刚刚好像还 OK 哦，好还 OK。对，老师想要听看专业。这个计策算是成功了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算是，转过来看到人嘛，我觉得他们其实。这个台风各方面是不错啦，如果未来当然出唱片有点危险啊，在演艺圈我觉得可能是还蛮有未来的。姚老师，其实我这样看，其实我感觉上，其实好像两位黑白无常来说的话，白的其实可以增加一些嘻哈的桥段，我觉得哦，不一定现在都是很流行那种混搭，不一定要是那种主歌，对啊。那天你老手有在钻研吗？有在钻研啊，有啊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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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耶，我现在练前面，今天要继续练习，为了今天不断把时间跟精神浪费在身上，我们两位决定转回去了。可是你们不可否认，饶舌抗议，抗议，我们决定转回去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这么辛苦了，帮你想了嘻哈的角色，结果你就把它破坏了。老师，你就是跟我那边嘻哈把它破坏掉。我的气势先有了，我词汇啊，他会那种嘻哈的那种马吉迪迪，以前不都会倒着念？对，你讲一句话，他可以倒着念。先慢慢来，不要太难。好，娱乐百分百，百分百乐于，来再来。威廉主持要加油，有加要持主连威，蛮强的。威廉连威啊，百分百乐于啊耶，大牛比较懒啊耶耶懒耶耶啊耶，这个是很棒，还不错，可以吗？这个很难呢，是有加分吗？基本上我们刚刚转半身都有点后悔啊，越看越后悔。对啊，会想要合作吗？阿庆老师，老实说哈，还好，这可以逗你开心啊。而且现在就是非常奇怪，你们唱成这样，两位老师却都转过来，然后他们还要为自己加分，让你们选他。对啊，这是尴尬的事，好奇怪哦。老师，你们要为自己加分，看他们方丈兄弟愿意跟你们哪一位合作。好，那我们先转过来啊。对，老师来，一人一句，林静讲好大大呢，一人一句我听一下。好奇怪哦，这世界怎么了？奇怪，哪一位老师先？你都歪了，他们聊之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抗议抗议，我们刚刚已经讲是转一半了，不算真的转过来，好不好？我牺牲一下好了。好，老师你辛苦了。因为如果再选下去就没有了的话，是了啊，好吧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不吝啬的话，跟我好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对，好。阿庆老师松了一口气说好。对啊，拍手。就是前辈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哇，老师太棒了！好的，放荡兄弟，请选择。那我们就选阿庆老师。开玩笑的。姚老师，老师不嫌弃我们，我怎么可以嫌弃老师？谢谢老师的选择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OK。好的，暂时组合成功了哈。是的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组参赛者。最后登场的两人是由选秀节目出身的，所以实力不容小觑。今天两位要带来田馥甄的小幸运，他们能用甜美的嗓音征服评审的心吗？其实我蛮担心阿信老师会变心。就毕竟我们只有一枚给他们两个。你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专业的评审，我们不是用妹的数量来算。对，我们妹的数量不会影响所有，完全不影响，好不好？只有决定性的改变。
组好像正常多了，比较像是一个歌手，尤其跟第二组那个对比之后，第二组可以退掉吗？你可以转。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相遇，好幸运，但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是的，一位老师转的比较快，一个老师转的比较慢。而且我刚刚注意到姚可杰老师，他中间的时候就转过来的同时是面带笑容转。对，而且是面带，以为对，以为只有声音好，想不到还是美女，就更惊喜这样子。哦，我就劝他不要转，这样害他这样子转。但阿信老师最后一刻还是转了过来。对对，其实我在最后就想说，他们怎么都没有那个和声呢？怎么都一起齐唱，可惜，就最后听到一句，最后一句，就想说好吧，有和声，因为我觉得重唱就是要和声，才有重唱的意义。上一组当然不管了，闹的，但是真的是因为他们声音是真的，我们刚刚讨论是本质是不错，所以我的意思说，第二组可以退给你，我自己没关系，因为是两个都转可以选的嘛，对，可以选择，你有选择权。是老师哎，怎么是他们选？是你选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就是说，声音的稳定度还是要再加强一下。可是以他们的外表和他们声音来说，已经算很棒了，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你们觉得自己表现应该蛮好的哈？没有，因为思雅其实很紧张。对，我看得出来他蛮紧张。他超级紧张，因为他的手刚刚一直是有一种就是在发抖。对。他就是，但他要跟你不是要对唱，他手举起来的时候是这样。发抖。对，我一直压抑内心的紧张，就是。看着他的眼神，他没有。我说你等下就看我就好，你就一直看我就好了。所以他会给你安全感，对，安定的感觉。为什么思雅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因为你表演应该算是蛮多经验的啊。但就是比较多是舞蹈上面，就是唱歌方面还是。所以你觉得《小幸运》这首歌不能加舞蹈，对不对？哎，要加看看啊！可以加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试试看。可以吗？对，你可以帮自己多加分嘛，对不对？好冲突哦。好快要被逼疯了，真的，还是小妹妹被逼疯了，你可能是芭蕾，最后来变辣妹。有啦，有加到分啦，有加到分，尤其是后面那一段真的有加到分。你说辣妹舞的，是，太好了，老师喜欢，对，谢谢。那两位老师都转过来，其实我之前在有台节目的时候，然后阿庆老师那时候是来宾，然后我们有一唱表演 FIR 的歌，然后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一定可以当歌手，然后到现在都还记得，然后很谢谢老师，其实很感动。你呀，你长高了耶，有吗？有吗？不是啦，长高变比较成熟，那好多年前了。对，老师你还记得？我记得了，我想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哭了。对，但那时候名字不是。我叫鸭子，以前是鸭子，那时候是鸭子嘛，现在换成好远了。现在换成凯西，对，改名了。
改名是不是？就我印象对了，看今天你们现在是两个人，就是组成一个双人组嘛？还有其他团员，我们有五个人，今天只派出两个人。赞赞赞，不错不错，很好，加油！但是我也很喜欢那个姚可可老师的那个《红红青春小雅球》。哇塞！没有，我是因为那个后来工作学到，不是我小时候听的。哦，还要解释一下。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对，所以很挣扎哎。是。我们要开个内部会议。好，你们好好开一下，那我们听听看另外两位。棒棒兄弟，你们知道现在的情况吗？对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有啊，可是我刚刚看到姚老师转过来是这么。对他们这么的感兴趣，我有点吃味，可是有一点在，有一点点。然后两个人的那个重心都是往前在看，他们刚刚看我们是真的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对，好像很放松。不会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有信心应该。那阿 Q 有信心吗？我对阿庆老师有信心，我觉得你们可以选阿庆老师，跟阿庆老师合作会很好的。哦，真的真的，选阿庆。可是阿庆老师也有选择新日记。对啊。可是只有姚可杰老师选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这比较有机会。OK， 加油加油。好。好，那新日记觉得他们这个组合好？其实我蛮担心阿庆老师会变心的。哦。就毕竟我们只有一枚，可是他们有两枚。你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专业的评审，我们不是用妹的数量来算。妹，对对对，我们妹的数量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，完全不影响，好不好？只有决定性的改变。好的，你们两位，请选你那个聪明的策略。我们决定要选择某位老师，因为他的选择，我觉得我们比较会胜出的感觉。谁？所以我们要选择姚可杰老师。哦，姚可杰老师。姚可杰老师，你刚刚发自内心的开心呢？对啊。你为什么松一口气？老师，你女儿的年纪了哎。真的。现在好像开心不太对哈，我要严肃一点。对。所以我要选一组，现在就要选一组嘛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请放荡兄弟一起到台前。我该不会策略错误了吧？现在有放荡兄弟，还有 Twinkle 姚可杰老师决定权。我是真的不希望被人家讲成是那种见色忘友型的。是。所以呢？你的选择是。对，但你们不要误会，真的不是因为外表，不是因为女生，不是因为男生，是原因，真的绝对是专业的。对，说真的，我是希望一位这个很好的男声音能够跟我一起合唱一首歌。哦，老师是说可以阿 Q 不要，然后我们两个进去。男生，我们三个先走，老师只要一位男生，真的很难抉择，真的女生真的也唱不错。对啊，男生算是我希望切一半，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一半真的不错。哦，对，其实我很欣赏你的声音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所以很难抉择。所以老师最后的选择是，Why'd you have to gonna make a thing so complicated, Lady? Why you have to gonna make a thing so complicated?风格味道可能不太一样，对，很想喝杯咖啡的感觉，很轻松。选择是，我还是选择男生吧。怎么夸张了？怎么可能？太夸张了！开心就想办法输给他。对啊，我觉得策略错误哎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你们的错。对，那是谁的错？是什么？你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？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很棒吗？开玩笑的啦。老师，所以你真的这么想跟男生合唱？我觉得其实他的声音其实还蛮有可塑性的。对。但是另外一位的话，就是可能答应我用嘻哈的模式。没问题。OK 哈。真正这样。Go yeah 啊 yeah。然后不要唱就好。OK OK。啊 OK。嘻哈的模式嘛。嘻哈模式。好。等一下我们就来 jam 一下。你没有想过是最后这个结果吗？
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本来以为就是计程车是帮你们叫好的。对啊，可能我们要先去做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可能就要离开现场。你们要先离开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去回去找其他三个团员。怎么会这样？雨熙跟思雅，而且刚刚还拼了命跳舞。对，还跳了那么干的小幸运。哇！而且两个老师都为你们转过身呢。是啊。结果现在落得一成空。真的。好不好意思，春哥，要请你们慢慢离开摄影棚。谢谢。谢谢。欢迎下一次再来。哎，我刚才想说，我那样很聪明，就是选一个，因为放那东西感觉好像不会被选中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而且我们刚两个老师转的。对啊，而且我还这么奋力的跳了舞。对啊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不要跟我讲话，现在不要跟我讲，让我冷静一下。一定要冷静，非常感谢，真的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哦。为什么？那不是我，怎么能衬托他呢？对不对？也对。好的，那现在配对都完成了，我们马上进行长江后浪合作赛。今天青日记靠着清新的民谣风格，获得与阿庆老师合作的机会。选择合作的歌曲是飞儿乐团的《Lydia》。青日记与阿庆老师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这边就走，对，前奏和弦，然后可以 solo。那我这边就唱，随便唱即兴。嘟嘟叭叭叭啦叭叭叭啦叭啊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啊呀！这好像可以接很多歌，例如什么稻香是不是？我记得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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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。Why'd you have to gonna make it things so complicated？ 也可以接。Left like somebody else gets me frustrated， 好像很多。也可以。而姚可杰老师选择与放荡兄弟合作，三位所挑的歌曲是姚可杰老师的畅销金曲《永远不回头》。两位搞笑习惯的放荡兄弟，能否与姚可杰老师顺利的合作成功呢？就是把感情用进去唱，不管唱的好不好，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对。然后因为刚才那段好像有点高，那换那段我唱好了。好，老师，那如果有点高，都你唱，我没有办法唱。这整首歌都很高。然后是到副歌，我们就一起合唱就好。年轻的心灵还会战斗，再大的风雨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。这一句你就不用唱，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。伤和寂寞，感动和快乐，都在我心中，永远不回头。究竟哪个组合能获得现场观众的喜爱呢？欢迎阿庆老师跟青日记带来的 Lydia。Shout
唱得太棒了，很好听耶。对，好特别哦，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接下来就是姚可杰跟放荡兄弟带来的是《永远不回头》。选错哎，没啊，真的，连我都没错。我觉得老师姚老师直接占了90%的成绩，老师唱的超好，超好的，是在夸老师啊，好经典哦，是夸奖老师。因为刚刚老师你唱的，其实他们有抓到那个男生的那个要诀，对不对？摇滚乐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闯，就是冲，对，不要唱。对，阿 Q 也有抓到吗？有啊，他说没有唱，没有菜唱叶啊。其实我刚刚有点对嘴。
但是我觉得你蛮引咎在表演里面，因为你的那个这个肉的这个抖动，我觉得身体要有摇滚感，声音没办法就算了。OK， 你蛮引咎的。而且佩奇可很投入，很投入啊。有一句“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”，你在旁边，这个是投入会白流。摇滚啊，他觉得自己是偶像，还融合了手语。有有有，大家就是这样，整个表演很华丽。其实他们有不一样的特色，而且跟佩奇可你有一点，因为。那个老师姚老师他一直有转头要跟你看，你要跟你对唱，你都一直不理他，你一直看前面啊。我太摇滚了，对不起老师，太摇滚了。因为摇滚其实男生不太会互看，我怕我爱上老师。这个你们就抓到诀窍，对，就是不回头嘛。但是还是希望你看我一下。对，老师好孤单哦。刚刚看老师，可是老师好像没有转到没有，我转你那边。我刚刚看，继续。我是怕被你带走，我要带你去哪里啦？就是我能去哪里？怕以后我也跟你唱夜就不好。好吧。但是阿庆老师这组也是很厉害，好听，风格也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他们我觉得蛮有想法。刚刚说把我们的那个 FR Lydia 做改编，哎，我觉得也不错。那就我其实比较顺着他们的想法，因为他们就是音乐人嘛。是。那我觉得音乐就很多不同的可能性。是。因为我们的 Lydia 本身也是比较摇滚一点。对。这样改编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个让风格味道整个不太一样。对，就很想喝杯咖啡的感觉。很轻松。改成有一点微 funk。对对对，有。蛮好听的，所以跟前辈一起合作，会紧张吗？压力？让同样身为吉他手的。对。吉他手。子婷。其实就还是蛮紧张的，因为就是可以跟偶像，对啊，因为都是吉他手，对啊，就是当时就觉得，哎，老师写歌好好听这样子。好的，谢谢。那在最后呢，请在场的评审评分之前，我们要先请老师来好好的宣传一下你的作品。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对，因为会上娱乐百分百真的很难得。对，然后可以认识很多的年轻朋友，谢谢老师。然后也有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 CD， 我的专辑《面对太阳》，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新的音乐、新的摇滚在里面，大家有空可以听听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好的，还有接下来新日记。Hello。这个是啊，我们就是在9月18推出的全创作专辑，叫做《好好过生活》啊，然后要送给主持人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真好。而且是不是还有活动？对，我们有两场活动，然后分别是10月31号下午3点在华山户外广场有一个好好过生活的野餐音乐会。好的，大家要支持哦。接下来紧张的时刻要到来了，现场评审们，你们准备好手中的我喜欢的牌子，你们比较喜欢第一组阿庆老师还有亲日记一起组合的，请举牌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十票，谢谢。那喜欢第二组姚老师还有放荡兄弟的，请举牌。2、4、5、6、7、7票，恭喜阿庆老师还有亲日记。是的，恭喜。很明显的阿 Q 道歉。对，不是道歉，我私底下跟你讲。抱歉，其实玩得开心就好。真的啦，音乐就是大家听得开心。没有分输赢，真的。开心。好的，那谢谢今天所有的老师，好，谢谢参赛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都别管我。我，你多想我，别说。谁牵着他的手？